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咁啊，今次同大家玩《人中之龙七》嘅试玩版。咁啊，而家喺 PS Store 嗰度就可以，即系 PSN 就可以免费 download 咁啊，试下玩啦。好，咁大家应该都好多人玩，即系有玩个《人中》嘅系列啦。咁我自己有玩个零啊、一啊、二啊等等啦。咁啊，之后断开咗几集冇玩噶啦。嗱，咁今次七就即系世嘉佢就有个新嘅玩法啊，系有新嘅玩法。咁我自己咧就几中意嘅，咁由细到大我都玩开嗰啲 RPG 啊，你知道？诶，呢个男人，我哋睇一睇呢个试玩版玩乜先？咁呢啲应该系烧酒啊，日本嗰啲烧酒玻璃樽啊，呢个。哇，呢个妈妈伞。佢着呢啲，佢着呢啲衫，哇，呢个妆有啲，啲女又几正常，啲素人啊，啲女。哇！着豹纹裤，潜入，嚟啲新人类嘅感觉。哇！呢个妈妈山嗰啲装真系有啲，呢个就系主角春日一番，隔篱一个系唔知咩人啦，类似一个街客，即系嗰啲浪浪啊。哇！偷袭，通常啲情况主角会突然间系咯，会哇够打嘅。哇！喺呢啲真系危急时候都要戴翻副眼镜先，唔好讲笑。捉垃圾？识嘅啦。嗱，唔知个故事讲乜啊？完全。哇！点解第四章嘅喂？吓、啊、呢、這个侍卫，佢右下角个 loading 系好有 RPG feel 啊！即系如果大家有玩过FF 啊，《勇者斗恶龙》都知啦。啊，讲开《勇者斗恶龙》咧，其实呢一个人中之龙，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，唔知第几集咧。我有个支线是关于个老豆想买勇者斗恶龙俾个仔。如果你我好记得呢个支线，唔知点解。好，我睇下先。刑警嚟噶，前刑警最近啱啱去公监监理所工作。咩叫监理所？你嗰边之后没事吗？即系发生咗啲事啊？冇事啊，唔系啊，都唔可以话冇事。警察份工俾人隔咗咯，即系冇嘢捞啊。明明再过不久就可以攞到全部退休金啊，但系哎呀个上头二话不说就隔咗我好贱啊。哇，你系靠自己嘅力量揾到喺呢度。喂，呢一个街客咧，你哋有冇睇日剧啊？如果睇开日剧嗰啲朋友，你认唔认得呢、這个？嗰咩我的超能力嗰个咧，系咪做个变态阿 Sir 咧？记唔记得？个老婆好靓噶嘛？记唔知大家有冇睇啊？因为其实人中之龙有特点就系佢成日将嗰啲日本明星就 key 咗块面落去啦，其实不嬲都系呢个习惯噶啦。咁所以其实如果你睇开日剧嘅朋友咧，会比较有亲切感。我来继续讲翻故事啊，因为手机冇电，所以搵到你喺边。吓？GPS 不对。我稍微有睇过呢个 game 嘅背景咧，就讲主角春日一番咧，本身社会啦，就帮我大佬顶罪嘅。咁啊，好似坐十碌左右啦。咁通常坐完监出嚟，一啲人咧最大问题就系接受唔到呢个新世界，即系例如科技嗰啲啦。即系十年前讲真，你 iPhone 好似都唔知 iPhone 2、3咁样。咁你嗰阵时其实点会估到而家你的 iPhone 可以劈掣都冇埋，系咪先？系阿 B， 咁佢哋要去呢、這个，即系类似我哋香港就系劳工处啦，去搵工。我哋要去搵嘢做啦。咁我都一齐啦，我都失业啦，因为。佢后面嗰个简嗱，你唔好见到简体字咁敏感啊！大家弃衫，因为日本系用简。即系日本啲字系日本嗰啲其实系简体字嘅，我唔知点解释你自己系啦。退休金嘅单，严格嚟讲，日本嗰啲叫汉字啦，但系佢主要系佢好大部分都系攞简体，但系有部分嘅字咧系繁体啊，系啦。呢个我一时间但系举唔到例俾你听啦。免許センター勤め。你咪喺监狱监理所工作，点解好似废人咁咩？冇咁坐多嘢讲啦，将啲钱用喺个酒同女人上边系我唯一嘅兴趣。好啦 ，Let's go， 都系一个性情中人啊！呢个竹立先生，哇，动作咁一致嘅，好得意喎！呢一个好明显系《勇者斗恶龙》嗰啲，即系如果你玩开 日式 RPG 嘅朋友就知道系点解啦，喐得啦，好怀念啊 ！OK， 诶，喂，呢个小妹妹咁可爱啊，仲要着系嗰条嗰条拔会带长啊，哇！我印象中之前几代好少呢啲咁嘅学生妹，哇死靓妹，
死八婆，啊，路嗰度讲电话咁睇路，好正。诶，呢个第一新视点，系啦，咁样，哇，系摩罗有，想报警，死八婆撞你先，好，唔知人中之龙好中意撞人，唔知你哋会唔会？诶，呢个 event 喎，诶，难得过嚟。有个棒球棍插咗喺地下，呢、這个佢唔会系想模仿呢个石中神剑啊？应该系啊，佢想恶搞，即系我谂大家都知道英国嘅阿瑟王传说噶啦，唉、哎，好明显系啦，即系因为只有被即系传说呢个石中神剑咧，只有天选之人先可以做到英国嘅国王，英格兰嘅国王啊嘛，系啦。如果你不是被人选中的话，你无论几大力你都掹不到把石。这个石中神剑是一个很多动画和 game， 即是某隻手机 game， 大家都知道主角就是这个 App GO， 即是 Fate， 是 Fate。哇，这条友为什么街都会有个棒球棍呢？但是应该很明显主角是掹到出来的。哇哇，但这个很明显不是靠力的，这个不是说天选，这个即系好明显系靠大力嘅，哇！呢个好明，喂，会唔会有啲问题啊？呢个动作好明 ，exercise skype 啊！呢个完全系咖喱棒嚟嘅，大佬，一定系被选上嘅勇者，不愧是勇者大人。之后勇者先可以掹到个圣剑，呢个 RPG 常有桥段。呢个系污糟嘅棒球棍，呢个就系游戏差勇者嘅圣剑。哇！拯救世界，几过瘾喎！诶，搵嘢做啦！诶，嚟啦！通常啲乜有新装备就马上搵啲僆仔俾你试下刀嘅 RPG 嘅桥段。我哋三条茂利玩得几开心喎！而家最流行就系垃圾大叔攞钱。你睇我哋三条友都知冇钱啦！我输啦！好啦，勇者用你把圣剑打到呢啲废物。好啦，开波啦！佢喺变身嘅会吓，唔搞嘢 ，OK。佢哋系咪变身吓？真系变身啊！我以为只 game 勇者，其他人睇唔到嘅喎，你系无业人啊！即系只有主角春日真翻睇到，几有趣。哇！而家呢个系我哋试下啲技先，呢个技可以拣他嘅，呢一个系普通攻击，好。呢个系一个唔知乜阶下，佢呢个系咩啊？甲子强袭。呢个魔法嚟，哇都几劲！呢、這个应该系佢如果 RPG 咧，大家即系都唔使多讲啦。JRPG 梗系铁三角啊啦。哇，呢个系咩啊？鬼劲咁！哇，大车轮，哇秒啊！哇，呢条友劲大嚟，我哋试下极啊！呢个咩啊？真系拣 target， 哇拣唔到啊！想转 target， 诶佢追击呢下会追击，我哋再试下啲攻击啦。這个打人好细力，這个难波的 MP， 呢个应该系法师嚟嘅，如果冇估错。這个好明显触立就系呢、這个，佢咁样会帮台，系啊真系啊，即系话如果你隔篱有个自己有咧，佢就会追击，即系连携啦叫做。我哋试下击。咩有呢个百万强打？哇！诶，哇！呢个要揿啊！顶你呢个系令我谂起 FF8 嗰个主角嗰个枪剑。枪剑就系如果你斩落去嗰下咧，你揿掣揿得准咧，个伤害会有1.5倍。哇！中场一呢个啊劲喎！呢个奶妈呢个好明显啊！哇！睡梦罗汉拳啊，即系达摩法式。系啊，即系呢一个原来系一个奶妈嚟，哇！呢条劲咁，哇！哎、大嚿好少，咁硬嘅喂，呢个咩啊？战报加注，试下保护，哇！喺度要揿，哇！喺高 damage， 哇！啊，应该咪死得 ，OK， 打到了突击蓝分 MP 回复。咦，有呢个某只游戏嘅盖世感喎，呢、這个 Panasonic， 我识 level 啦。嗱，就咁睇个系统，好似系几正规嘅 RPG 嚟，真系顶唔顺啊！竟然叫我哋攞钱，
呢位勇者大人真系会妄想啊！即系得，即系得主角一条友系见到嗰啲僆仔会变身。都挺有趣，因为人中之龙本身虽然有啲恶搞，但佢始终系比较真实嘅世界观啦。咁今代呢一个主角似乎系有啲恶搞成，即系有啲中二病成分喎，好搞笑。你唔系话自己为勇者，既然系咁坚持自己谂法嘅人会比较吃香啊，都系喎。我都系勇者，我要成为勇者。哇，春日的，哇，佢啲音乐真系好有复古 feel， 佢啲音乐系好有 DQ feel， 我觉得。哇，勇者你都要去揾嘢做啊，勇者。一个武士，而家勇者大人嘅队伍可真系穷到连药草都买唔起啊！呢个好大问题，我的确。RPG 有两大因素，一种就是买药草回血，跟住回 MP 啦，呢两种人生就像 RPG， 其实 RPG 本身就是一场人生，因为 RPG 就是角色扮演啊嘛。好啦，我哋继续根据呢、這个下底有地图咧，我哋向着死路嘢行紧路讲电话，死路嘢行路唔望望后边。诶、欸，呢、這个咩嚟噶？诶、欸，四区契弟、啊。这个是老了的四区契弟，老得那么快，因为话实话说真的，我在人中之龙零的时候见他很后生，但可能过了20年之后老了这样，为什么他现在这一代是不是四区契弟？等等，他不是的，似乎说这些是有些那些碰碰车的，好像试一下先，我来选这个，这个应该是 mini game， 好了。地狱犬道基本赛道全长725米，哇，好低能先！哇，前面嗰个摔角手嚟，睇下操作先啊。R2 系加速，呢、這个道具咁圆圈，即系撞车会扣血咯。呢、這个系加翻血。哇，使用道具甩尾啊，咩噶 ？OK， 冇理啦。好，滚啦、啊！前面嗰个系双角手嚟。哇撞哇撞佢我扣血嘅大佬喂，即系点样甩尾啊？哇顶啊！哇佢呢、這个佢呢、這个呢、這个呢、這个呢、這個這个角度咧，另外有个呢、這个可以转角度，哇加速哇冚落去啊！救命！你觉唔觉得佢呢一个角呢一、這个坐姿咧，同埋呢一个玩法有啲似某只 game？系啦，我又唔系太好意思讲啫，但系好明，哇，好明显啊，但系好有 feel， 睇下先，几过瘾嘅其实，即系虽然佢睇落好简单，但系你玩落，即系你玩落又觉得几过瘾啊，即系 OK， 要加速啦呢个，嗰条友应该加速能力低我，可唔可以逼佢，即系夹佢啊？即系咧玩赛车 game， 你知道咩叫夹车？喺机铺你夹人哋俾人打嘅喎，知唔知啊？哇哇！后面有啲咩啊？呢个旧嘢飞咗上嚟。即系细个你入机铺，喂哇劲哇！直接用 RPG 打到佢爆扣血，哇！好明显，好似某只嘟嘟赛车喎，一模一样，即系有冇得放招皮啊？同埋放龟，好似放招皮放龟壳，哇！但系佢嗰个追击枪，即系佢嗰个 RPG 系要喺后面，即系你要落后啦，哇！滚啦、啊！哇，可以直接打死人嘅，黐哇，快快！哇，但系佢嗰个炮你一定要落后你先可以用，因为你要喺人哋后面先开到炮，好危险喎！而家因为加速啊呢个。如果系领先嘅话咧，如果你系令我即系嗰只孖宝嘟嘟咧，你就可以放哇后边有哇好多飞弹喺后面，你见唔见啊？后边嗰条友追漏条啊！睇下先。喂，一条舐个加速喺度好紧要，嗰、那个闪电应该系放俾后面，呢、這个系做咩嘅？又冇理啦，呢度只有保持到嘅嘢。OK yes， 哇！哇，临尾你要放多个炸弹后面有契弟，几过瘾喎，认真。好，第一位会唔会太劲？哇，睇下咩奖品先。
做咩逼？哇，冇事发生嘅喂，吓、啊，不是，可能佢系试玩版嘅关系咧。你玩完之后系冇事发生过，冇任何事。哇，是唔有啲红色战锤应该有啲遭遇？诶、欸，嗱咁呢个 game 咧，因为你 RPG 有好多种方法遇敌嘅，咁佢呢一种咧系比较好嘅，自己觉得好过你踩地雷。你有嘢讲？因为如果你 RPG 踩地雷咧，好乸烦，因为你行几步又撞。即系如果佢咁样系可以。你見到嘅話，你可以自己選擇升唔升咯。有呢個事件發生。喂，你哋點啊？唔掂啊！唉，冇事啊！哇，你個剪下頭先啦，揾嘢做。你揾工，實真係逢頭咁樣，即係我係 HR， 我唔請你啦，大佬。得發爛渣踢單啫。呢條友咪捉立。即捉立以前系警察嚟，咁可能有啲仇家啦。你系边个？搞到我哋人生的，你哋系边个捉过？你冇话你唔记得咩？我哋系咩粉红团？廿年前，即系廿年前到而家都揾唔到工。你都系刑警啊？唔系啊，我哋黑社会。唔好理佢哋，我哋走咯。妈的，点解你身吓？喂！因为佢做唔到警察，唔做警察即系你而家借佢啦咁就，但系佢哪嚟嘅自信？大家三打三咧，我想问下呢班友哪嚟嘅自信可以赢到我哋？喂，贴身，哇！佢哋，因为佢哋前身系嗰个咩粉红盗贼团，佢哋而家变翻啲盗贼，可以选择自动战斗。诶，呢个咩啊？呢个系而家揿实 L 嘅咁样。哦，即系呢啲系类似系自动战斗啦。其实呢啲即系之前 P5 都有嘅呢啲系统。咁有时打啲流罗战咧，唔想烦啊，自动战斗啊。哇，其实手机游戏咯，即系呢个模式手机游戏系必须要有。咁啊，但系呢啲 RPG 咧，有时因为你打呢啲太普通嘅战斗咧，你唔想烦，你可以搞 off 土咯。但系我都系自己喐翻啊，系啦。哇，咁劲唔少喎，大佬呢、這个劲啊！哎，佢最劲，我呢个几劲喎，呢、這个打完人之后回 MP 嘅，搞咩？呢阿叔，哇！呢、這個、阿叔俾人打穿都 PK 嘅，你有冇留意到？又火又位，要帮春日回血先啊！哇，俾啲咩佢？佢点样回？咁样摸下就回。我以为佢会捽啲老泥。哇，系。因为嗱 RPG 就即系其实打任何 game 都系啦，首先减低敌人嘅数量先咯，即系系啊，即系将敌人嘅数量减少，集中攻击一只。哇你喺屋柱后边都做偷袭，哇贱人啊，偷嘢，能量饮料被偷走了，等先，要继续回血先，奶妈嚟个，喂摸下啰柚先。哇！呢、這个咁近会唔会追击啊？佢哋哎呀，唔得，打得太远。我哋打翻呢只先。喂，单喂死开啦！喂，会撞真系。哇，死唔开要偷劲少喎，想讲。呢度应该勾多棍死啦，系嘛？勾掂啦，你。O K。其实上面佢系有俾你睇到嗰个次序嘅，即系你下一个系到大雪谷嗰阵，原来赢咗啦。OK， 好，佢有个大家留意到，除咗经验之外咧，有个叫做 Job EXP， 即系有个叫做职业嘅经验嘅。咁老嘅你好心，你有时间打交俾佢揾工啦，大佬呢班友啊。唔想同你一齐喐啊！如果唔系随时都唔知道有几多仇家，你咩行两步会几多仇家？好啦，我哋而家去劳工处揾工啦。职业联安界呢、這个诶饮、料机可唔可以买嘢？买支稻地都得啊。呢、這个买支哇十皮嘢，呢班友又话冇钱揸，即系身上带住十皮嘢都话冇钱啊！唔怪得俾人打劫啦，大佬。咁呢啲睇日劇，你成日見到呢啲咁嘅格局咧，你係即係揾嘢做嗰啲，即係睇得多日劇，你知嘅啦，應該。呢條友桌面同我差唔多，即係呢個 window 桌面。啊！喂，有特殊嘅月姬樂園，
听我名都唔方，听我名都唔方正常嘅一个月姬乐园。我觉得啊，干巴爹，问问你呢、這个呢、這个应该都系嗰啲日剧可以转换职业，都系日剧嗰啲女演员嚟系嘛？可以转换职业啊？睇下啲有咩职业可以转换啊？诶、欸，有女喎、啊，哇！呢、這个系。小沙沙榮子，我點解人中之龍啲女角著成日都著呢套衫嘅？你覺唔覺？好似成日都見到啲女角係著呢一套，係呢一個呢、這個 style， 唔知點解好似成日都見到。誒、欸，又加入啦，正有女喎、啊。正常嚟講唔係女人先係，通常女性角色係奶媽啊嘛。呢、這個咩？若、這、依個可以轉職，哇！係好型喎、啊、，hit pod 啊！我哋试下转主角，勇者、保镖、男公关、武者，哇，好核突啊！啲老 M K， 我哋试下转男公关，即系个武者成个老 M K 咁劲样衰喎。男科，哇，唔得！到底我想问咩人先可以 carry 到武者一套衫咧？好，真系好难 carry。陈冠希都着得好样衰咁样，呢、這个咧？我哋全部转晒，我哋公关小队女公关得唔得？小妈妈神偶像，呢条友本身已经系妈妈手咧，偶像啦，老一系就老 M K， 一系就老偶像，真系，唉，好啦，我哋呢个男公关小队 ，Go， 几过瘾喎！如果佢有职业嘅话咧，迟啲应该有啲高级职业或者隐藏职业，我唔想打，可以，可以跳得过去，哎，四。诶、欸，开向宾系啦，呢啲日本男公关，因为佢哋嗰啲公关咧系佢系即系夹你点样你去啲男公关店玩咧，开唔同嘅香槟系计唔同嘅钱噶嘛，即系通常你玩人中之龙最贵咪香开一个所谓嘅金字塔香槟啊，即系你见到啲酒杯搭成一个金字塔咁样，然后喺上面倒落嚟，嗰、那个系最贵嘅，好似系，哇！哇正哇冇考，呢条友基佬嚟嘅喎，似乎死基佬。哇咁其实男公关，哇仲劲，佢呢条魔法师嚟呢、這个。咁男公关咪可以识诱到佢咯，佢基啊嘛呢个咧。喂，其实啲招你发觉啲招咧都系跟翻佢自己本人嘅，即系其实可能系你玩唔同嘅职业咧，可以学到唔同嘅技能咁样咯，不断学技能。哇系。呢、這个佢都当佢揸住嗰卷报纸嚟嘅，定系缩骨遮压屎啊！诶、欸，点解春日会有个会有道具咧？咁奇怪，唔知点解，可能系长相。佢有个 job 嗰个经验值就系咁用，我哋继续系啦，去呢个目的地。